煮太多吃不完，妈妈变出新花招，一叠润饼皮捏成凹槽，然后把剩下的菜加到那个凹槽里，然后就变成宋哥的披萨。法式蔬菜冻，厉害，因为这个口感吃不出来是剩的，剩饭汤圆。哦，我都已经放凉了，它是 Q 的呢。我觉得它这个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因为它有再去煮过，我觉得会安全很多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